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收敛心神，开始这次祈祷。我愿意把我的祈祷和我今天的生活奉献给天主，使我的一切意向、言语和行为都为侍奉、赞美至尊唯一的天主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好，缓缓做几次深呼吸，轻轻吸入，再缓缓呼出，在呼吸之间，感谢天主赐给我美好的生命。在宁静中，我们一起聆听天主的圣言。今天的福音选自圣马尔谷福音。耶稣正在出来行路时，跑来了一个人，跪在他面前，问他说：善师，为承受永生，我该做什么？耶稣对他说：你为什么称我善？除了天主一个外，没有谁是善的。诫命你都知道：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欺诈，应孝敬你的父母。他回答耶稣说：师父，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。耶稣定睛看他，就喜爱他，对他说：你还缺少一样，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，施舍给穷人，你必有宝藏在天上。然后来，背着十字架跟随我。应了这话，那人就面带愁容，忧郁地走了，因为他有许多产业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自己的门徒说：那些有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！门徒就都惊奇他这句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孩子们，仗势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！骆驼穿过针孔，比富有的人进天主的国还容易。他们就更加惊奇，彼此说：这样谁还能得救？耶稣注视他们说：在人不可能，在天主却不然，因为在天主一切都可能的。基督的福音。想象我就是这个人，我来到耶稣面前，询问他：为承受永生，我该做什么？花时间和主耶稣对话。
耶稣对我说，变卖你所有的一切，施舍给穷人，然后背着十字架跟随我。听到耶稣的这句话，我有什么感受吗？花时间细细留意，体会我的感受。反思我的生活，为了跟随耶稣，我愿意放下什么吗？在生活中，我为耶稣舍弃过什么吗？继续和主耶稣对话，和他分享，在我的生活中，为了跟随他，我愿意为他舍弃什么？花时间和主耶稣细细分享。
在对话中，也祈求主耶稣赐给我力量和恩宠，能勇敢放下，诚心跟随他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及子及圣神。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